立法委员叶义然啊，委员啊，他这个要征口罩，嗯，啊，但是呢，他用的是气炸锅，请教一下素清，气炸锅你养用没？我有用啊，你也养哦，哦，啊，你感觉也养用没养用？我感觉伊真的让我们的选民气炸了，就是网络上明明唐凤示范一盖给你看。唐凤是示范什么？也嘛是电锅蒸口罩嘛。电锅蒸口罩。然后呢，我们阿中部长示范一次给你看。有。你偏偏要把它换成气炸锅。哈哈哈。结果气炸锅差点就把你的实验室给气炸了。哦。那他是要证明说连气炸锅都可以蒸口罩呀？我觉得他可能想说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，比较简单还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已经想啥，还是一颗零。尴尬，电锅都会晒，气炸锅这里面应该都是锅了，都是锅类了，都是锅类了。我滴个，可惜，虽然大家讲真的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这种突发情况，因为它气炸锅啊，后来发现冒烟，然后后来抽出来的是一条已经焦掉的口罩。其实那个原理不一样，气炸锅就很像烤箱的原理，对，它能够把那个你的鸡腿什么那个油都逼出来，就是它可以取代你去油炸嘛，所以它就是高温去烤的嘛。那你电锅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气炸锅是不能蒸口罩的，不可以，因为气炸锅的温度可以到很高。可是我们的立法委员说我不是白痴，他可能就是想说他能够帮大家找出更多的一个方法取代的东西了。那其实哈，你不是专家就不要乱试好了。不过我必须说，大家也很奇妙，大家不知道是有实验精神，还跟阿中部长一样，因为阿中部长那天在那个记者会试的时候被发现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在那个咱电锅要放内锅之前，就有一个那个架子。先起内锅架，啊，再把内锅扛起来，啊，叫阿中内锅扛起来，再把内锅架扛起来，啊，叫那个 FDA 讲，啊，那部长应该唔捌煮过东西。可是我发现不止部长，很多男生因为那个晃上去才有办法把内锅架在上面，所以一定要先扛内锅架，啊，再用内锅嘛，吼。可是呢，跟阿中部长一样，很多男生真的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去看过你们家电锅怎么用。这是我朋友，他也是他的。啊，他是怎样弄到这样？伊呢嘛是无用内锅架，伊直接把迄个内锅扛起来，啊，把伊的口罩摕入去，啊，就吹，啊，吹了就变安尼。我刚刚讲，只有他没有，后来发现下面他的朋友们也都是男生啊，一堆都一样，各种颜色的失败品都有。这个也有人传过来。就是这个就是电锅啊，大龙电锅啊，一点内底都无坑哦。哎，伊无，伊那叫。伊那叫电锅就是安尼用，伊是连架子都没有，直接坑。啊，内锅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啊，水就甲黑入去啊，没有，坑水呢，水黑入去。干蒸，这个是干蒸，没有水，没有水，对，干蒸呢。因为你那个电锅哈，它就放了架子，刚放开的当地啊，它中间就有一个隔层，因为你就是没有放水，所以你没有放水的时候啊，你那直接坑啊，一路直接。定义功率直接加热，直接加热它就会太高，它会融掉呢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它现在希望的是用空气的热去把它烘干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放的水，大家都知道，你放的水就有水蒸气嘛，所以它没有办法达到它本来想要的效果。所以第一个要记得要放内锅架。可是内锅架有人也很天才，想说啊不，我平常是你炊粿啊，是你炊馒头，我就是用一个盘啊嘛，瓷盘啊，比照一应办理，你就发现用瓷盘的系列嘛是。来看一下哦，这里有人用瓷盘，所以它就坏掉。嘿，所以不能用瓷盘，它要用内锅。内锅架加内锅。这是内锅架。也不能只有内锅架。这是内锅架，你不能把内锅架放上去以后就把口罩再放上去，你要。内锅架，然后再放内锅，然后不要加水，不要加水，加水就安尼。好，加水伊就挡起啊，那你口罩都袂使挡起啊。是啊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口罩放上去，这样才可以。结果这个也烤坏了，这个就直接没有放内锅架，也没有放内锅，哈，啊出来就变安尼。好，这个。可是你看，至少我们的民众使用的都是电锅系列。对。好。哎，立法委员较高级吧？所以有人想到气炸锅这个较奥妙啊。哎，姜老师，气炸锅是干哪用炸的呀？吓，它就是一个，就是用烤跟它是用烤的原理，然后比如说你那个蔬菜，你如果用气炸锅，它就等于是烤的嘛。那它其实不是炸的，它就是像烤箱高温的烤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像电锅的话，跟它是不一样的。
电锅的温度是慢慢增加的，那你那气炸锅可以到185、200多度啊，对啊，那一定是油气嘛，你现在上面是很热的哦，上面很热，它所以它的油脂会到底下去嘛，这样。那像我家里，我就真的我家里很多很多锅子，可是我就没有电锅，但是因为有电子锅，我就没有电锅。你知道咱今麦大桶电锅哈，也不能发现这个大桶电锅很好用，很好用，对，是买了还我们以前都买什么日本的什么象印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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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晚玩具变成你大头电锅，所以这电温布啊，看比我还高，因为我家有两个相应的，可是我妈家有两个大头电锅，那因为她就老会的，干嘛我身边拢蛋来吹。那其实像我自己，我是没有蒸口罩，可是呢，我自己的用法就是，像我们这个口罩啊，其实我在家里，如果说你出去买菜。就回来，然后像这个录影一下，不是一整天戴了8个小时、10个小时的话，其实我里面会用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那个小朋友可以擦手的那种，就会垫在底下。然后我每一次每戴一次，我就丢掉一片，那其实是还可以维持。起码我这个行李很重要，好，戴真口罩，一片2元。好赚啊！这行李也做你哇哈。我觉得那这片两块，这还不足够诶，都袂好。他就是前后8分了，他说蒸的时候我可以把别所有的都放进去。哦，那当然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消毒啊。如果是我看到你要贴我2块，我都不敢。什么贴你2块？因为你因为我要给他2块钱嘛。可是你钱不放那么多的话，你如果人站在那边看的话，就还有可能就是赠你一个。可是如果说他钱不收收，你带一个贴，那咋对接你嘞？屁屁嘛。没有，那阿中部长说这个我的味道，这我的味道，这个味道干净，很香。